哦，好想把他带回家干，这样子。他说那只很可爱啊，想要带回家，可是他下一秒马上被人家打，他就骂了一下干。你看，美丽的东西，他就是想带回家干这个人，好恐怖哦。目前还有几个没有盖的，就是，凋零的刷怪场嘛，啊，还有，还有什么？哇，这里是哪里？凋零刷怪场，还有，想不起来了，哦，掠夺者的那个陷阱。就是如果要那个，上面应该不会升怪吧？那我不补了。他怎么出去？掠夺者的陷阱啊，然后那些都是以前世界没盖过的，想盖盖看。不补的家啊，对呢，要给那个。他的活动中心，哎、欸，有没有怎样画那个 skin 的啊？我想要画一只布布颜色的兔子，我想改颜色，改花色。布布的围巾很可爱呢。我在想要喝旁边那罐提神饮料呢，还是等下5点再去睡？我每次睡醒都太累了，想说干脆就提神饮料喝下去，然后撑完开关台。啊，或者是我们就干脆不要关台了啦，直接撑到晚上关台，这样子有没有？然后就说你的肝还好吗？你的肝在哭泣。有时候我也很怕玩一些游戏太入迷，就会变得靠边啊。会太就很夸张啊！你看《荒魔物猎人》。玩就玩到不用睡觉的那一种啊！我之前玩最迷的是那个啦，泰拉瑞亚，不不不，星露谷，不不不，十大棒。我玩十大棒是真的整整3天3夜没有睡觉，然后一睡睡了一整天，一天就这样过了，然后回来就继续玩。魔物就讲了嘛，很简单啊，你先不要管操作，它里面就是，你要去，你像我们不是最近都在刷珠子还是什么嘛，你就想想看，那是有人委托你，然后你去狩猎那个魔物，那回来之后就领取报酬这样子，对，不要想太难，它就只是一个，
我们类似那种雇佣关系，然后我们去完成任务之后就可以拿到报酬啊。然后再来就是里面没有所谓的职业，只有武器，每把武器就是有不同的能力操作跟连续技那种东西。这样，所以说你今天这把武器玩腻了，你还有另外15把武器可以练，可以慢慢玩。这就是魔物猎人的恐怖所在。哇！哭啊！哦，吓死我了！什么鬼？为什么要做这种搬砖？因为要升怪压制啊，怪不会升在搬砖上啊，下搬砖上不会升怪啊。我们要让怪集中升在上面，所以我们要在附近放这些很没意义的东西。然后最没意义就是都已经整片岩浆湖，你还补了整片那个搬砖。新入谷我还好，新入谷是那时候还有在上班啊。我那时候玩十大棒的时候是没有在上班，所以是一个大迷虫，都在玩游戏。所以如果当时早期啊也不行，我当时的电脑真的是烂到不行，画质低，玩什么就是那时候以为电脑都一样的东西，结果都用内显在玩。我想说奇怪，网咖的电脑就跑得动，为什么我家电脑跑不动？而且我是个电脑白痴，所以我连工具人都配不上，我不会修电脑什么的。所以有时候点点他碰到电脑的问题，然后我没办法帮他处理的时候，我就很挫折很难过，说我怎么那么没用之类的。会的就只有画画啊，画画又没有说到真的很强大神那种阶段，就只是会画图而已，又不是大大那种感觉，哎。天赋点错啦！没了，又没石头了。哎、欸，这样蛮好看的、欸、其实，因为我当时盖的时候是用那个烧过的石头的搬砖，
哪边上去的路啊？哪边上去的路 ？Hello， 哪里呀、啊？这里。还没完啊，当然还没完啊，这才大概盖了十分之一而已吧。今天下午都在弄这个啊，就是要把怪锁在这边，所以我们下面这边哇，好看，完美，好看啊！看，要把怪靠都锁在这边。看到没有，就会长这样子。没有，这层不是雪，这层是雾霾，这层是雾，火山灰，这层是火山灰。然后我跟你讲，这边要补满嘛，然后上面这边也都要补，能看到会生怪的地方都要补，所以有得补了啦。这大概要补个两天吧，因为还好下面这边有很多还是有岩浆，所以还 OK。那我们就是要把怪全部集中在这边，然后就去对面那边。盖个可以挂网的地方，让怪生在这里，所以我那边也要压制一些血。好，我们再回去拿石头。以前常玩的时候也花一整天，对啊，一定都有吧。真的在玩生存，然后有盖那些机关的，一定都会在地狱玩很久啊。好，那这时候我们下个画面键跳一下，开始跑。哦，头好晕哦。哦，我等一下回去第一个也要水休息一下哦。然后还要盖一大堆地板门哎，哇、哦，都好多东西都没玩哦。我现在这个生存是抱以会玩很久的心情在玩，所以才会盖这些东西。不然如果抱着说打完中介龙就不玩了，就青菜盖盖。我的天哪，吓死人哦！我在多人伺服器会叫一堆来帮忙啊！啊，今天如果换作是我在玩多人伺服器，我就叫他们盖啊，就叫他们帮我整地、放东西，然后机关我来盖这样子。我最喜欢干这种事情，我需要免费的劳工，愿意花钱在我身上的劳工。之后考虑盖铁轨吗？盖什么铁轨？不需要铁轨啊，放那个啦，放冰块加地板门就好了。
铁轨，铁轨只是你方便懒得动的时候用的啊。我去修一下铁钻石镐好了。完全不生啊，到底什么叶子啊，烂叶子。来修铁。啊，今天都没有在这边。现在黄昏了。依然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伤心欲绝。温暖中有种夜雨灼伤的错觉。1093。修稿子，修稿子。啊，这个应该先脱掉再修的哦，白痴啊！这首歌很久了，黄昏啊。黄昏的地平线，懒得走路盖铁轨，啊，用 TP 就好了吼，没事，不然就是坐木船呐、啊，我再把那个那什么拓宽，不是蓝冰加木船会 burn 快吗？除了金吧，金打猪人会掉，这个是铁巨人。这些东西就只有石英跟钻石要去挖以外，其他可以换得到。它碳也不行啊，碳是烧木炭才行。好，挂一下下，我滴眼药水，你们乖听话。我的眼药水。还是我来挖石头好了，挖石头。OK， 石头。甩耳环一张，哎呦，好，这个角度，那个角度没有算好的话，我把肉都挖爆。按住左键。好，滴眼药水哦。啊，这时候听我废话吧，什么都看不见了。OK， 其实我到现在还在质疑自己啊，说我到底每次都讲一样的啦，反正就是我觉得我到底适不适合做这一块，嗯。就其实从超商离职之后做这一块也已经快三年了吧，还是三年多了，真的忘记了。然后昨天就是去以前公司超市的那个打招呼嘛，啊，里面就一些大人都那个就是长辈们都还在做啊，就是年轻人都已经换了一波。然后就一堆人还以为我就是在超商上班啊，有的没的。我说没有啊，我已经在家里上班很久了，对啊。然后真的，主要真的很谢谢点点呐、啊。啊，不是他的话，我现在搞不好，我真的觉得我还在超商上班。啊，现在是下班时间，那可能就是这时间又跑去看各个大大的台还是怎样的，就是当个挂台分页仔啊什么的，就是默默在看台的，跟你们一样、啊，就会去看自己喜欢的偶像、崇拜的人在干嘛，开台啊还是怎样的，对吧、啊？
哦，然后我昨天看的那个皮肤科嘛，觉得他的药好像很有用耶，因为我其实就是我的下巴到那个下颚哦，就是耳朵到下巴中间那一块，因为他痘痘，我的痘痘长特别大颗，都不是那种小痘痘，都是很大颗那种，会蓄在里面。然后擦了，才第一天擦药就觉得改那个它消了好多。那当他昨天问我说你会挤痘痘会抠痘痘吗？他就说我不会。他说哦不会，那很好，因为真的挤那个他说抠痘痘什么东西真的是会让你皮肤变得更差还是怎样的？我当然会挤呀，当然。然后他问的时候当然会，所以说我不挤呀。怎么办？我说谎了，我是下地狱。Hello，我眼镜戴回来了。挂机睡觉，回来了再撑一个小时。好，我只有看你耶。哦，所以我等下关台以后就没看过，是不是这个意思吗？看看挖了多少？哎、欸，其实挖真的很快很多哎、欸，这效率真的是吓死人哎、欸。然后耐久又回到900多了，哇，吓死人呢、欸！耳机坏了只能听一边，声又小，哎呀，那怎么办呢？换耳机喽，然后再去修一下我们钻石膏。偶尔才会看 YT 直播，我 YT 不会直播哦。你说别人的 YT 直播哦？然后说偶尔看我 YT 直播啊？你认错人喽！哦，真的要脱掉衣服修比较快。所以千万不要穿着经验修补的装备来修东西哦，越修越久哦。可以，快修好了。好，换幸运，来用紫修吧。最最晚，最最下午好，懒得看。有时候喜欢双手拿工具一起修，哎、欸，也是可以啦。就只是说修的，就修满了之后记得拿下来就好了。直直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飞天螳螂，冲啊！飞天螳螂，妈，那个飞天螳螂事件真是很北七耶。这不用修了。我直播看，除了看教主，就是不跟。哦，如果别人也刚好在开台，你们就是直接抛弃别人来我这里了。好了，我们继续出发吧。
我跟你讲，要不是我如果再早一点盖出这个的话，我之后方块全部都是用铁在盖的。后期大家都这样子啊，因为现在铁巨人塔太好盖，而且效率也太好了，所以就是造成很多很多铁人塔后面都拿铁在盖。而且这次贴图我已经送神，已经快一个礼拜了，他还没有弄好哎、欸，我的布布出不来了。嘟嘟嘟嘟，我之后要盖一个去那个掠夺者的少界塔那边的路，然后在那边打完怪，直接在附近生一只村民，然后在那边做掠夺者的陷阱。不行，我要喝蛮牛了。有听到吗？哇！哦！每次都找不到路这里了，气死了！好了，我看一下从哪边开始盖哦。这个挖掉就好了吧？哎呦！哦，那个岩浆柱是这个、哦、啊，胶洗掉了。
炸你是不是就要从不用啊？不会啊，因为你用一炸的话，它只会破坏到地狱石，地狱石的那个抗爆性很低，啊石头的话就不会了，石头的抗爆很硬，我记得有30吧，啊地狱石抗爆只有10。所以其实不会啊。该这样就好了吧？OK， 这边差不多，我们先去杀凋零，再去对面那边。我带这个，顺便修稿子。吃了再上。那比较麻烦，真的就是烈焰神，哎呦呦。哦，如果你盖这个，然后玩最新版本，你应该会被一堆猪头。不会啊，为什么会被打？我只要全身一个地方穿金装就好啦，不是吗？最新的不是朱布林吗？朱布林不就是会打没有穿金装的？还好不是丢工具，是丢石头。
哇，搞不好那边也要压制欸，天啊。变了，哎、欸，真的哎、欸，好，我们去看首播咯。哎、欸，怎么这次时间过那么快啊？等一下，我们去安全的地方。我知道，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先去安全的地方。哎、欸，也不用安全了、啊，我暂停，这时间就暂停了。走，去看我的首播。来了，我怎么声音有那么大、啊？这首播的音乐就很大声，结果影片开始的声音就变很小声了。有暂停啊，不要想骗我好不好？看好、哦，看好、哦。烈焰神在干嘛？烈焰神就不动了啊！你看，等他们射，你看这个火焰有没有？哎、欸，这个首播的音乐我调了大概只有二十分之一而已。嗨，好，开始。我不要穿过的，我穿过的不错哦，好臭啊、哦，好臭、哦。我被自己的哇哎、欸，这个任务我觉得有点难哎、欸，而且我觉得奖励好亏哦、喔。那个什么任务？全套金装拿金剑杀死每一个人、哦啊，然后一次这样才五颗钻石，有点少哎、欸。对啊，这要怎么分啊？对不对？啊，原来是这个问题啊！原来是要怎么分的问题。刚凹了一下，我喝饮料喝到呛到，对。我的画质真的好低哦、喔，我要问一下他们画质。